大家好，我是若光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八月十一号礼拜二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鱼座，对身边的人啊温暖付出哦，感情的部分非常的融洽。第二个呢是处女座，你自己非常认真，非常努力，诸事皆吉，很多事都很幸运。第三个呢是巨蟹座，温柔的去关照身边的人，人际关系非常的和谐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牡羊座，你有一点点啊玩乐过度了，小心花太多钱。第二个呢是摩羯座，要学习宽容，睁只眼闭只眼，多多体谅身边的人。在幸运颜色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淡蓝色，数字是三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二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蓝色，数字是四；土象星座朋友呢是银白色，数字是九。